我现在为大家展示的是中国内画鼻烟壶艺术，就是在鼻烟壶的内壁反向作画，所绘制的是小说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主要人物之一邓布利多校长，经过十多天的绘制而完成。值此，《哈利波特》系列中文图书进入中国20周年之际，我与快手、华纳兄弟公司、英国驻华大使馆携手，用中国非遗文化展现英国魔法世界 IP 之经典，促进中英人文交流，助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魔法20载，由你来延续。